头被腰腹嘛。啊，黑虎出动找，黑虎出动有一个很麻烦的啊，也比较难控制的。黑虎出动找是这样的找，黑虎出动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掌也是一样，上臂前手的上臂往内翻转，这个都不难，难的是要胸要开，胸开背紧，你看胸开背紧，这样子。哦，两边刚好相反，前后要分开。我们一般是做开胸，背就向内收了嘛。对。我要紧背，胸就向内收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行，这个要开胸紧背，开胸紧背，开胸紧背，这样子。向哪边打？相对的，前后力量相合，它才有力。所以这个掌在走的时候，我如果是这样子啊，往这走，这样子，这个一转。开胸紧背，这个手往前探，后手往前探，前手也往前探嘛，是不是？开胸紧背，你看这个力量，背上的力量，背是肩胛骨的区域，叫做背，啊，肩胛骨的区域。所以你们看我的背，胸开了，这个你看，肩胛骨往这边往两边一分，这个力量出来，这个力量出来，有没有？因为你的胸开了，有一个向后顶住的力量，你在紧背的时候，这个紧背的力量才有力量，跟一张弓一样嘛。你拉开弓，那个弓如果这边没有一个回撑的力量，你那个弓太软了，弓太软它没有力啊，是不是？一样的，你把背看成是弓，这个内侧要有一个往后支撑，往后支撑的力。啊，所以这个掌出来是这样子走，它的力量是保持到这样子，它力量是这样子，所以你不可以紧背变成这样，你看这样子背上的力就松掉了，背上虽然有弯，背上没有力了，背上实际上没有力了，垮掉了，前面没有支撑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前面要有支撑，后面紧起来，才有这个力量，才有这个力。你看，才有这个力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个力量，有没有？开胸，紧背，背一紧，这个力就出来。那老师，你后面的背没有绷了啊？啊？没有绷起来。拉开，你看，就是拉开这样。对呀、啊，你看。开胸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开胸，一般开胸它向内合嘛，是不是？对，开胸啊，开胸拉出来，这样子，你看，开胸往两边拉，哎，开胸拉，不是喊，不是向内扣，不是向内扣了，不是向内扣，往两左右两边，当然嘛，张，当然是这样子张开，而不是向内合，向内合就没有力量，好，OK，听不懂？所以肩胛骨那个肩胛骨背上肩胛骨的力量是往这边走的，往这里走，胸开往这走，就跟我们一般讲的含胸拔背不太一样。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是往这里，往两边的，往两边，所以往两边的时候，这个力量会支撑到手嘛。对，你往两边的时候，肩胛骨的力量走到手，增加掉这个力，手臂上去，是不是？所以不是这个，往外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对，是这个，是这个，是这个力量，是这个力量，是这个，不是这个力量，不是这个力量，往外，看不懂，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看不懂，这个要练习，要把身体前后分开。我说你手是夹起来还是里面夹？因为我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我如果顺着它的话，我顺着它，我的手如果顺着肩胛骨的劲的话，我顺着肩胛骨的劲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可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我没有拧转的动力走啊，
我必须跟它 相反，我这样是顺嘛？对，逆才有力量，就是有力量，逆才有力量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这个要向内，我这个要向这里，然后它一开，你看它一开的时候，一开我就有力量走了，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这个向内收，收往前，向内往前，肩胛骨再一开，你看一开就有力量走了，这样。这样就有力走了，是不是？我如果顺着它，这样就没有力走了，因为力量已经停了，力量停了，是不是？可是我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关起来，跟它相反开，你看我这个的力量跟肩胛骨是相反的，是不是？因为是相反的，所以力量不会停。看不懂？逆的力量不会停，顺的力量会停，逆的不会。逆的相互为力嘛，对对，你顺的话顺就没有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逆不是，逆是相互为根，相互为力，这就是阴阳相推，阴阳相推才会有持续力，啊，晓得吗？这个是背，所以背要练习胸跟背要分开。这个，所以我们打一个拳，打背拳出去的时候，是这个力量，胸是开的，你看是这个力量，这个力量，这是背的力量，你看这是背的力量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是这样打，就不是背了，我这样打就，你看我这样打，实际上这一拳他没力，对，就要手的力量，他松掉了，对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对。啊，所以打背拳是这个打，是这个拳，这边不能掉。就是现在要练的这一。对。听不懂？你们试试看。所以第一个肩胛骨要会动。要。肩胛骨要会动。要会往外。要会往外分开。对，要往外分开，往外分。啊，肩胛骨要会往外分，胸要开开。顶住它，这边的力量要往后顶住它，肩胛骨开的时候，这个力量要顶住，才有力量。胸开就好，然后用背上的力量，用背上的力量。